我是刚刚那个车长的130。哇，顶埔130确实啊，台北捷运板南线哦，台北站16:55，头牌车是开往顶埔。铃木的27次哦，我是341型2052026编组，我刚练用刚刚我记得哈，往顶埔冰棒，关闭车门，然后对面来是湖南跟南管的203次，我是32型12211编组，我刚练用刚刚我记得哈，在台北站两列车室里哦，宝贝，6:57，7月10啊，今天应该也可以跑两三个站点了，希望赶快跑掉。等再见，拜拜。今天是1型2020026编组，有7分，然后丁邦。